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陈嘉义。你想拥有一只机械手套吗？你想体验机械手套带来的奇妙感受吗？你想体会在多种玩耍方式下带来的快乐吗？这款液压机械手套全都可以帮你实现，走，我们一起去瞧一瞧。机械手套安装了液压系统，利用液体不可压缩但可以随意流动的特性，当一设备加压时，此压力会以同样大小传递到液体各部分，从而传递动力到另一侧，让机械手套不用电池、无需马达就可以实现自由运动了。现在我面前有大小不一的各种物品，接下来我就挑战一下用液压机械手套能否把它们成功抓取。面对如此光滑的水杯，这次我们的机械手套能否把它成功抓取呢？还是很容易的。液压机械手套之所以能实现大小物品抓取自如，关键在于它灵活的关节，只需轻轻转动旋钮即可自行调整抓取位置，抓取角度可从0度调整到70度，轻松完成机械精密操作，可以锻炼孩子的空间感知能力和手指力量控制技能。他的手小，我的手大，那我们还能戴上同一只机械手套吗？指头剪刀布，指头剪刀布，耶！我赢了。液压机械手套可以任意调节长度和宽度，根据手的大小调节尺寸，大手小手都可以直接上手，手指与手指之间可以实现0度至40度的调整。同时它还设置了可拆卸拇指，一只手套左右手都能使用。液压机械手套蕴含着液压动力原理和机械能原理，小朋友可以通过力的转化自如地抓取物品，让他们在感受酷炫机械世界的同时，还可以锻炼手脑的协调能力，更在玩耍中学习物理知识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高空逃生下降器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陈宏达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越来越多的人在高层建筑中工作和生活，然而当火灾等意外情况来临的时候，如何快速安全地从高层建筑中逃离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。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了解一款高空逃生工具，走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高达18米的实训平台的顶部，此刻在我旁边的工作人员已经穿戴好了防护装备，接下来就跟随他的视角一起来体验一下。工作人员刚刚从顶部顺利下降到地面，整个过程非常的顺滑平稳。
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，它的内部采用形似数学符号阿尔法的绕绳技术，成功加大了绳与齿轮之间的摩擦力，并通过离心限速摩擦舱将下降速度控制在1米每秒。据说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有非常强的载重能力，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拉力测试来检验一下。目前钢丝绳承受的拉力是1500多千克，承受了这么大的拉力，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的损坏，非常的坚固。高空逃生下降器是一款专门为家庭设计的逃生设备，可以将人员从百米高空匀速地下降到地面，为万千家庭提供了逃生新选择。高空逃生下降器需要安装在离窗口较近的承重墙上，一旦发生险情，只需要先抛下绳盘，再穿戴好安全背带，即可完成对下降器的使用。其中，下降器的三角安全背带采用人体工学设计，让人们在下落过程中始终维持一个稳定的姿势，非常匀速平稳，不会让人感觉到害怕。高空逃生下降器满足了不同人群和家庭的逃生需求，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，还将助推应急装备的转型升级，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更多智能化的保障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《时尚新科技》，空气架子鼓。没想到吧？敲打空气也能演奏一首乐曲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陈嘉义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空气架子鼓，它可以不受设备和场地的限制，让你随时随地进入音乐的世界。它在等什么？赶快跟我一块去感受一下吧。与传统架子鼓不同，这款空气架子鼓根据鼓手的使用角度，左右两侧依次为采镲、军鼓、底鼓、吊镲、高通、中通、钉钉镲，无需摆放设备，轻松享受节奏带来的快感。这款空气架子鼓采用了传感器和电子模块，能实时捕捉鼓手敲空气和踩地板的动作，同时鼓棒内置了真实架子鼓的位置和距离信息，鼓手通过敲打相对应的区域就可以演奏出音乐节奏。此时此刻，你是不是觉得很神奇？原来两根鼓棒就可以演奏出一首音乐，而且啊，你可不要小瞧它，它还内含爵士、电子、摇滚等8种专业的电鼓音色，能够充分地满足你对音乐的个性追求。空气架子鼓搭载超低延迟蓝牙音箱，左按开机键即可迅速连接至手机，配合专业 APP， 你就可以随心选择喜欢的伴奏进行播放，跟随教程实时练习，享受学习与娱乐带来的双倍快乐。开启音箱，连接鼓棒，校准鼓棒位置，3秒即可开启一场即兴 solo 之旅，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公园，想在哪玩就在哪玩。空气架子鼓集音乐、体感、娱乐为一体，为你带来新奇的沉浸式的敲打体验，让你随时随地玩音乐，实现你的乐队梦。